看一下这个星巴克多惨啊！看见门口一排椅子没有，一个游客、消费者都没有，就在海边了，进入难道这里，这租金高得不得了，这个地方。这是什么环境呢？你看，就在海边儿。就在这个十字路口这个地方，珠海的游客大减了，大减了80%。看一下星巴克，那边只有一个男人，可能是澳门的。这个星巴克好大的。面积好大，你看一下，亏大了，真的是。这是珠海拱北啊，拱北青竹南路这里，这个星巴克，看一下星巴克。再换个角度拍一下，多么凄惨！好了，就这样。